负责人一起是主演戏是非常感谢我们办这个在台湾办这个纪念法会已经13年的时间，那今年是轮到我来执行安慰。那今年特别是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汉传跟南传，然后藏传里面来讲的话，藏传的四大教会的信众那个仁波切代表非常珍贵的，还有呢我们在职工感觉的这些珍贵的仁波切邀请到，然后呢一起这样的一个完成了今年的活动，非常感谢。那我们呢办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是可以说是第一次，所以呢很多纪念上面方完全的没有办法怎么讲，就是纪念不足。但是呢这一次是各个中心，然后很多的单位，还有很多的省直是很多的部的组一起帮忙，所以呢我就一一就名字就没有讲出来。那很多的甚至是很多的功德组织就是父母的去做，所以呢就是今年的法会是非常的圆满。那我呢有一些小小的要求，也许是莫名其妙的，也许是对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来讲的话，也许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就是尽量声音小一点讲话的时候尽量不要打那个不要拍照，上上下下不要拍照等等的这些的要求，其实这些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年一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呢，大家身心静下来，今年这样的一个法会一年一度的一个善行学习今天送功的精神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就是要求的这些东西大家也是非常的配合，也是非常感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时间我们是目的一定要结束，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所有的都上来领诵林加持跟还有那个还有那个结缘品一定要拿，而且法师们一定要拿那个结缘品，已经准备好了一一上来，然后呢就是就这样的圆满结束。那自己我们的道场很多地方会经验不足，所以呢我相信很多的地方不圆满，很多的地方不足，所以呢跟大家说一声，如果有这些有的话是跟大家说一声道歉。那还有呢我们这个法会是我们延续下去，那接下来呢我们怎么办呢？当然是我们这一次的理事长阿里仁波切呢现在在闭关当中，所以呢就是仁波切回来之后呢我们怎么做是一定会到时候有方向，所以大家一定有支持，一定要参加，这个是为了自己为了家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而且刚刚是上午的时候也是我们提到上午还是下午，现在在青海的竹节寺那边有纪念班中年的那个中法院的大法会，那这个是中法王特别交代的一个法会，而且今年组织的上师是智慧的文殊仁波切，他是智慧感觉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仁波切，学问修习非常伟大的上师，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是竹节金刚仁波切，非常的伟大的
是不是？我可以说100%可以说佛菩萨显现这两位善知，所以呢他们两个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如果你们可以去的话也是非常好。完了所有的帮忙的人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啊！接下来呢就是我接要就是帮我们加持。